倒是他自己呢，恋不恋战这个位置，胡志强说他绝不恋战。那么这次夜店的火警事件夺取了九条人命，饱受了在野党抨击的台中市长胡志强，除了对酿成的惨重的伤亡鞠躬道歉之外，并且强调个人进退并不重要，他还激动地拍桌子说，一旦厘清了责任，绝不逃避，也不恋战。而面对了民进党议员要求比照威尔康大火案，市长胡停职接受调查，胡志强说发生这种事情举国哀痛，全市同悲，让市民蒙羞，他身为台中市长应该道歉，也不会逃避责任，但现在就说要他停职接受调查是言之过早。台中市议会闹哄哄，民进党议员拉白布条抗议，蓝营议员忙着护航，双方对呛。胡志强终于来了，但他要上台专案报告，绿营议员轰击更猛烈。在议员一片吵闹声当中，胡志强也说出了重话。两个礼拜以内，要把公务员的疏失部分做一个清查。如果有人该负责，包括到我，我不会恋战。胡志强要求成立专案小组彻查疏失，但议员要求他比照威尔康事件停职。胡志强说，等调查结果出来，要负责的他不会恋战。中央新闻陈思源、陈丽如、SN 小组台中报道。